买到票，很遗憾，因为在此之前我们做过很多攻略，许的愿望今天没有实现，因为没有门票上山。但是景区呢给了我这个欠条，能够让我，所以说我是有实现我愿望的机会的。那么我希望老金山景区不要当老赖，我一定会来实现的。就是在敦煌明上山的时候有修了项目，上山之后我们排的全都是骆驼，我都震惊住了。我们要把钱花完再回去，全部花掉。